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这是我们所信奉的真理。这就是民主，是许多人在威权的年代付出了牺牲才造就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人当中，殷海光是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的名字。殷海光故居。从中学时代，殷海光就展露了他对于西方逻辑思考的强烈兴趣。我们从殷海光的成名作《意志问题的检讨》登在《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想见他的早熟。《东方》杂志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它是一个创刊于前清时代，一直延续到1949年，随着中国大陆政权变色才停刊的一份综合性的学术思想刊物。在那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都是学术界的名流，但是十几岁的青年殷海光居然就能够在上面发表文章。后来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那么殷海光呢辗转南下，进入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就读。而后当他大学毕业，又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研究所。也就是说，殷海光的大学生涯基本上是在当时战后的大后方度过的。而西南联大作为一个三个全中国最好的大学的一个联合体呢，那么他可以说汇集了当时的中国的精英，在校园里过的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时代的生活。因为在那里教书的老师都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始头角峥嵘的一些学术领袖，因此呢，殷海光可以说是在那里完成了他自己的思想教育，因此他很早就选择了站在反共的一个立场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想见殷海光他自己深受了像金岳霖这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一个思想的洗礼，那么他很早就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自由主义的一个立场。在二战结束后，共产势力席卷中国，殷海光选择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相对于热闹的台北，来到人文荟萃的温州街，在一条清幽的文尾巷里，静静地矗立着这间有着广大庭院的建筑，这是殷海光当年的居所。这栋房子乍看之下是一间日本式房子，但事实上它是1950年代殷海光自己建的。那个房子呢，其实说它是日本时代的房子，可能只有血统上是日本时代的，就它的建筑样式啊什么的，都跟这附近其他的真正的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宿舍群啊房子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它是有日本血统，就是因为它使用的建材是以前日本时代的旧警察宿舍拆下来的。可以从庭院就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对于生活有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欢迎到殷家花园，然后呢，这是英文里戏水池。这个池子呢是我爸爸特别自己做的，完全自己做。那时候我妈妈有骑个单车帮他去运水泥，运来这里以后呢，殷父子就自己和水泥，然后做这个池子，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可是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然后大部分如果是夏天的话，没有养鱼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朋友戏水的地方。从我很小的时候，幼稚园时候就有戏水。我爸爸是因为他一生都是很用脑的人，然后很犀利的人，分析很强的人，然后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是他可以就是很
放松的来过日子，不需要那么严厉的。一个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很爱她，然后另外我是看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记载她对我的那种感情是不得了的。因为我是50年代出生，那时候应该是白色恐怖正在进行当中，竟然在她生命当中有一个人啊出生了，然后是她自己的骨肉。除了台湾大学的课堂，在这里尹海光也启蒙了无数年轻学子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以及哲学逻辑思辨的能力。我第一次来这里故居是差不多民国54年左右啊，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见面以后呢他就非常热络，知道我对这个逻辑啊分析哲学有兴趣啊。他跟学生互动是这样啊，通常来这里如果有很多人的时候，到5、6个人这样的时候，他大部分谈政治，谈政治呢就非常非常的激情啊。那如果单独访问的话啊，我单独来这里非常非常多次，他跟我谈了大部分都谈哲学。那尹海光他自己个人的学术兴趣当然是在哲学理哲学这一块，但是呢他很关心时事呢，这个是他自己现实的一个关怀的一个展现。那所以说他念哲学呢，那么他其实呢除了学术兴趣以外呢，另外一个也跟现实关怀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提倡科学提倡逻辑？其实逻辑是帮助自己思想清楚的一把利器，你能够把事情它的一个因果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一个解析，那么世上的各式各样政治神话就再也不会污染你的心灵了，再也骗不了你了。他发现一些独裁政治的一些政治理论啊，都是利用那个模糊的字眼，另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蒙混其词，所以他就用这方面去分析当时的政治问题，跟反驳一些他所反对的一个政治理论。除了教学，尹海光开始在由胡适与雷震所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担任编辑委员，发表多篇犀利的政治论述，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这张照片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跟《自由中国》有关的，第一重要的人就是雷震先生，然后这位是胡适之先生聂华苓女士，然后这个是雷震先生的夫人宋英女士，然后这位是我父亲。在这么伟大自由民主的先驱当中，竟然有我，所以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尹海光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开始改变，在国民党政府的眼中，他逐渐从爱国者变成了反动分子。那其实理由也很简单，跟他早期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当他在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的时候呢，发现了蒋介石跟他的政权居然是落实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拦路虎。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家逐渐转型成党国威权体制。在中国大陆时期，那么他们觉得学生运动是让国民党丢掉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在校园里面那么设置了各级党部，同时还设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钳制青年，来组织青年，来动员青年。那么又好比说，根据宪法，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可是国民党在军队里面设置各级党部，那这当然就违反了宪法的原则。蒋介石甚至破坏宪政体制，让自己不受总统任期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像尹海光先生，包括雷震啊，还有胡适，他们都认为说，你到台湾来哦，
要走向一个民主政治的路，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行宪。眼看着蒋介石第二任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各方议论都出现了。好比说，当时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他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自由中国呢，也针对这个问题呢，那么发表了社论，主张他们虽然拥护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领导反共，但是要必须根据宪法规定，他的总统位置必须要让人来做。那国民党的因应之道呢，他们利用修改临时条款的方式来声明说，可以把原先宪法当中的规定给冻结起来，那么让总统呢可以继续连任下去。那自由中国呢就发表了文章，这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一种伎俩，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说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在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根本道理上来说呢，这是完全错误。蒋中正，蒋中正。下午1:35，大会宣布选举结果，计发票1509，蒋总统以1481票，绝大多数的选票连任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全场立刻掀起了一片狂热的欢呼声。殷海光的住所是他思索真理的地方，也是他远离政治纷扰的世外桃源。这一间房间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爸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房间呢。这是他的客厅，是他的卧房跟他的书房。那个书桌，因为那时候年代没有什么玩具，然后那个书桌是一个我的主要游玩景点。他读书的时候，我有时候就钻在那个书桌底下，然后就拿他的东西来在底下玩。他从来不会嫌我的，所以我就在底下玩。其实这个地方原本是一块平地，这个山坡是殷海光老师自己造出来的，而且他还帮他取名叫做孤凤山。对，那这个土是用他挖的河道的土，那条河道他也取名叫做愚公河，算是对自己的庭院做了一点小小的设计。花很多时间在那孤凤山上面。举一个例子，国庆日的时候我会搬一个梯子，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搬，不知道谁帮我搬，搬到那个最上面，就是殷夫子图书台那里，然后架在那边，然后我就爬在那个梯子上。那时候爬在那上面可以看到总统府的烟火。面对宪政的乱象，雷震等人认为唯有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制衡国民党，才能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可能。中国民主党呢，在筹组的时候，其实办过很多场，这种座谈会，然后好像那个，等于是非组不可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像雷震他如果要组一个新的反对党的话，很可能在地方政治上就对中国国民党会有很大的威胁。当雷震开始发动阻挡运动的时候，殷海光作为台大哲学系的教授，他并没有参加这个行动，他只以言论提出了他的支持。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剖析了他自己对于参加选举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看法。1960年9月，《自由中国》刊出殷海光所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言阻挡有如民主潮流，乃是无可阻挡，这触及了国民党的容忍极限。几天后，警备总部以叛乱罪逮捕了雷震等人，并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10年不等的徒刑。阻挡宣告失败，《自由中国》被迫停刊。
他没有带吴英老师啊。那他受到的影响是，第一个大概想要解聘他，因为他想要把他弄到教育部去当专员，可是被那个英先生拒绝了。这个学年结束，聘书的这个就不再发了。所以那段时间他生活非常辛苦。第二个就是他的著作被查禁，《中国文化展望》，内容讲的说啊，他污蔑中国文化等等，我想那个都是找来的理由，就是要让他的书把它卖出去。那第三个呢，他这个生活这个困顿要怎么办？当时想出国，大概不可能让他出国。那么他这个在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是在门口挂个牌子。就是不见客。在身心煎熬的情况下，殷海光于1969年因胃癌过世。殷海光的理想到1980年代才实现，台湾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有很多后续的这个政治活动者，比方说后来组织民进党的那个党外号“边民党”，很多人都说他很早期都是受这个殷老师的文章的影响。自由中国虽然被查封了，殷海光虽然失去了言论舞台，乃至于殷海光英年早逝，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文字，自由中国所留下来的一个思想遗产呢，从来没有消失过。在70年代，当时党外运动刚开始兴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文字遗产呢，还被当时的党外他们重新加以编辑，编成了《自由中国选集》四大册。读了之后呢，可以发现，原来早在70年代、80年代党外运动所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民主、自由、宪政的主张，在50年代的自由中国上都已经提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殷海光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个文字遗产始终是承先启后的。2003年，台北市政府正式指定殷海光的故居为市定古迹，保存了与殷海光相关的重要文化性资产。本来这里是几乎是没有人敢来的地方，就后来我们在美国就听到说这个变成台北市级古迹，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就好像奇迹发生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可以引以为借鉴的，引以为鼓励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里开放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后人因为来到这里，得到有思想上得到启发，也得到鼓励，觉得非常荣幸。虽然殷海光留下的有形之物只剩下这把铲子，但是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资产。